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此地就是灵泉汤谷，请上神与诸位慢用。欣桐先告退。啊，欣桐姑娘，请稍等。这个，在下想冒昧请教姑娘，入水时衣裳是否要退下？这……喂，呆子，这什么问题？真是失礼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问霍天是否需要……这位小哥是担心着衣会令神泉的疗效减低吗？此事倒是不用顾虑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诸位随意即可。哼，真是愚蠢，我可没有在人前裸身的兴趣。你们若是想脱衣，就离我远一点。沙溢，谁想脱衣啊？真是气死人了！小白鸟，你做什么？和霍天哥跟你一起泡啊！小飞星，你们也快来，这水好舒服。小笨鸟，你离我远一点！做什么你啊？想死吗？霍天哥哥，别生气嘛，要不我们一起玩水吧？来嘛！这可是神汤啊，这么好的机会怎能放过？虽然我们狮狐族是挺讨厌水的，不过沐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喂，呆子，不能浪费，我们也去泡泡吧。啊，沃叔，等等。哇，这水真的好舒服啊。兰香，你也去吧，你天生体质不佳，这些年要过度使用灵力，只要能妥善利用此地的泉水，相信比服用任何药物都还有用。既如此，林大哥，您一起来吧。小弟，你在那愣着做什么？下来呀！王叔，难道你忘了水对狮狐族的限制？真是一群没有警觉性的家伙。没事的，我知道你讨厌水。哎，那这样，你选个最浅的地方，有事喊我一声。别总是把我当小孩子，我就在这里看着你们，快泡吧，别啰嗦。霍天，你拿取禁欲是为了你的姐姐吗？关你什么事？走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你总觉得特别亲切。这些日子我发现你总是宁愿忍着肚饿和身体不适，也不愿动手中禁欲神力一分一毫。你的姐姐对你而言一定非常重要，我一直想将这个给你。你曾经说过禁欲是你姐姐的，相信你姐姐一定是很了不起的神力。不过一直饿肚子可不好，若真忍耐不了，还是将它吃了吧。虽然许多事你现在还不愿意告诉我，但若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住。兰香也与云大哥、飞星大哥想法一般。哼，多事。好舒服啊，这水凉中带暖，泡着泡着都要睡着了呢。阿天，你现在觉得如何？谁准你乱叫的？阿天这个称呼
听着挺亲切的呀。吵死了！神力居然只恢复了五成，罢了，回天足矣。霍天哥哥，你要去哪里？当然是回天界，这个人界乱七八糟的，还有一堆肮脏卑鄙的事，我受够了，我要先回去找姐姐了。阿天，霍天哥哥，恐怕不妥。小飞箱，这里的雷力好充沛，好舒服啊！这深沉又幽静的气息，就是神器所散发出的雷力吗？这就是神器流渊。看起来，好像是某种乐器。兰香姐姐，你可知道这神器是什么来头，又有什么作用？未央师父曾经说过，神器荒阵与神器流渊是少昊帝留在九州大地的恩泽，他们是维持四季正常轮替、万物欣荣滋长的重要存在。兰香姐姐，你不是说神器可以护持九州，但为何近几年还是天灾频仍？混沌浩大无穷，近年复苏渐盛，神器实难完全抵御。想要恢复以往的安宁，首要之物便是驱散混沌，而此事唯有靠飞仙大哥与云大哥联手方有机会达成。我们会助你，不要担心。知道对方一切安好，便可露出如此幸福的微笑，感觉到心疼姑娘十分坚强。不但求财，还诅咒对手，这种商家心念不正，这种东西不取也罢。好孩子，因为你一直相信着，所以我才能给予你祝福，能得偿所愿，真好。香主怎么看？我与帝君有相同的猜测，上神既称境域为他所有，一入神水乡又对女娲上神石像如此感兴趣，他的身份必与女娲上神有关。只是上古蛙皇族多为女性，男子并不多见，灵力更是低微，此人究竟从何而来，还是有些令人费解。无论如何，他出现在我等面前必是上天之意，即使星战显示他兼具灭世之相，我们也必须把握机会。上神即将恢复神力，为防上神一念之劫，香主务必备好神器流渊。谭静爱卿已到，于不日也会返回陶堂，祭请神器荒阵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神水乡已有万全准备，定不会重演当年星舰大祭的悲剧。唉，当年未能保住未央性命，实乃于
毕生之痛。属下英礼，求见帝君与相主。进来。发生何事？霍天哥哥回天上去找姐姐了。上神果然一心想返回天界，只是如今天地之距已非昔日，他神力方才恢复，恐怕……相主，相主！霍天上神突然从天而降，神情愤怒，四处破坏，见人就打，已经造成乡内恐慌。阿天他怎么会如此？相主，帝君，我们去看看情况。上神心性莫测，你们一路与他相伴，或许是最适合劝解他的人选。不答下去，无要事者，切勿于道上流连。为什么现在天地距离如此遥远，我的神力竟无法到达？严维，在我沉睡的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是不是睡得太久太久了？姐姐，我回来了，可是为什么感受不到你的气息？他们不是说，只要我愿意成为圣物，你就可以取回所有的神力，苏醒过来。你到底在哪里？现在的世界面貌好陌生，我一样也不认得。还是连你也抛弃我？阿天，霍天，怎么飞这么高的地方？太危险了，赶快下来。霍天哥哥，你别难过啊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们说啊。走开！你们懂什么？姐姐她不在了，她丢下了我一个人。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是一个人，一定很寂寞。虽然我知道在你的心里谁也不能取代你的姐姐，但是你还有我们呢。若你不介意，以后就把我们当作你的家人吧。家人？是啊。就像你的姐姐一样。那你可以把神医当你大哥，这呆子当你二哥，我和兰香姐姐呢是你姐姐，西雨是你的小妹妹。太好了，西雨又有一个哥哥了。
我可从未想过会有这么多的累赘。不过我倒是不在意清除那些登门求教之人。登门求教？求教训是吗？没想到神医你现在也会开玩笑了。飞星大哥和望舒妹妹的提议真好，兰香也从未想过能有如此福分与诸位结缘。怎么样，你有这么多的家人还不满足吗？真是多事，我可没有这么粗暴的姐姐。你，我才不需要那么多家人呢。他们好像跟之前那些人不一样，难怪你会和他们在一起。没想到神权对你的体质改善有限，果然还需寻思他法。兰香，你不能再使用灵力了，否则性命堪忧。向依其地辞去神物一只吧。云大哥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是我承接未央师父遗愿，接下弥平静之大任，焉能说放就放？未央师父为陶唐和帝君鞠躬尽瘁，却身负污泥而死，唯有解决静在，方能为他证明。更何况此事在我接任神巫一职之时早已知悉，兰香并不惧寿命短促，只惧此生无为。为了九州，兰香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。是吗？你既已决定，我自会尽力保你性命。云大哥，请勿以兰香为念，此为兰香天命，兰香更希望云大哥能好好珍重自己。我答应过幽鹤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但是在你身边是我的选择，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。云大哥，此地有不少灵力分配的奇花异草，珍视宝玉，我相信必能找到解决之道。云大哥若想到处看看，请让兰香相陪。喂，你看，没想到蛇水乡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。曾经有许多心愿，但是此时我的心愿好像都实现了。不但亲眼见到了美丽和谐神人共处的仙乡，在我的身边还有这世上最美的。说什么呢，我哪可能是世上最美的呀。方才的人影有些熟悉，那人是谁？如此无声无息，又带着诡异杀气。
是那日在崂山的神秘男子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……你去通知帝君和云兄他们，我去追。云兄，你不该如此莽撞，索性未伤及脏腑。静，是静。什么？这就是静的前兆？又被他逃走了。果真如帝君所料，要扭转局势，我们只剩最后一步。帝君，结界被突破了。记得方才自己已被大火吞噬，方才的火似乎对我们并无影响。姐姐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是那射箭之人，他往内山去了。糟了，神器流渊，那身影。走，我们也快追上。不管是何来历，既是引发镜之祸首，我们都必须尽快将他擒捉。我们追查多年，真相就在眼前，他会不会就是我们所猜测之人？